大家好，我叫艾丽娜，我是乌克兰人，我住在台湾一年半。我非常非常喜欢吃青蛙，可惜在台湾我都没有吃过。还好，谢谢今天一个我的台湾的朋友，他带我来这边吃青蛙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虾子，这个我最喜欢的食物，因为在乌克兰我们有虾子，可是很少很少。在乌克兰，我住在尼泊尔，这个离海边非常非常的远。我们在乌克兰在尼泊尔平常都吃冷冻的虾子，没有什么味道。我来亚洲的时候，这里你们用活的，非常非常好吃的。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把这个花生放在肉里面。我们乌克兰人，我们平常会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奇怪，可是我住在亚洲很久，所以我很喜欢。我很喜欢吃鸡肉白饭。我常常跟我的台湾的朋友开玩笑，我跟他们说我看起来外国人，可是里面我都是亚洲人。我之前住在大陆，在湖南，第一句我学的中文其实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要辣椒。就不见了，大概三年没有吃过。就是两三年前的感觉。我很喜欢吃青蛙，因为它的肉很嫩的。我觉得我可能回来乌克兰的时候要开这种的餐厅，卖这种的亚洲菜。哪一种餐厅？那一种的晚上台湾人很喜欢吃的那个，有一些台湾的餐厅，他们来很多人来的时候，他们喜欢喝酒聊天，里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很便宜的菜。你是说热炒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我忘了忘了你的名字，对，不是我的名字，是店的名字。对对对，这是店的名字。那恭喜你，你在乌克兰开热炒店一定会赚很多钱。我觉得不一定，因为乌克兰人他们比较特别的，他们不太喜欢试试看新的菜。可是没关系，我要当他们的第一个，我要改变他们的想法。